两个大脑袋，看这个不高兴了，被我说了，那你淘气，对不对？那你亲我一下吧，我就不生气了。看，你瞅那个熊样，你在金山上面待半个小时，我就给你，行不？咱们开始计时。啥？我啥？接上。饭团儿，你给我下一个。好吧，再下一个饭团儿。哎，再下一个，下一下饭团儿。哎，好棒啊！哎，嘚嘚嗖嗖。对，坐在你的宝莲灯上。大脸盘子，今天小辫子梳成这样了。谢谢我，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啊，好吧，你看你肯定有一个插曲啊。好，好，叫姥姥。我跟你说，你的命运就到此为止。然后一会儿就给你送狗肉馆去了，好，你能活一秒是一秒，行不？你的脸赶上大锅了，真的。叫姥姥，姥姥。那你老咬你妈，成天欺负你妈。哎呦喂，请你离我远一点啊！乱尿不喜欢，求我，求我，再求我，求我，求我，求我。嗯，错不错，错不错，再求我，求我，求吧。